应用武汉肺炎，南投县政府教育处为着要保护学生囡仔健康，特别要求全县中小学和幼稚园来成立防疫小组，在咧开学之前会当完成校园环境的清洁和消毒，并且加强宣导骨力洗手的观念。除了进入校园要量体温，也要落实疫情的通报机制，希望讲会当来彻底恢复学生健康。八九。时代大拇指一。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未受到控制，幼稚园老师是一再加强学童的卫生习惯，除了要求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洗手，所有小朋友也都要挂嘴安，入去教室内面也要先测量身体温度，喷酒精来消毒。那比这个比例就是1:100自己稀释。那稀释完之后，我们的课桌椅还有常用的门把跟厕所这些，我们都会定时把它做清洁，就是小朋友常使用的地方。那我们户外的游戏器材区，就是我们也会请工友一样用1:100的那个自制漂白水来进行消毒，每周都会有进行。南投县教育处表示，为了保护学童的健康，是特别要求全县中小学和幼稚园成立防疫小组，并要求加强校园师生的卫生和健康管理宣导，要来替代维护县内师生的健康。我们做了一个规划，就是我们已经在目前已经都函文给各个相关中小学、幼托园所、补习班、安心班，请他们针对说14天内有进出中港澳地区的学生或者家长、老师，我们已经做了控管。那也希望这一我们目前的话，也针对这一些个案做一个管制，请他们在家自行居家照顾14天。那以观察，那目前的话，他们的健康状况都非常良好。那他们因为这也是关心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们如果有状况，我们也会随时跟卫生局这边通报。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正常的，比如说外出就是多戴，就是戴口罩。那回到家里呢，我们能够勤洗手，尽量避免在我们群聚的一个地方出现，能够在家里做好健康卫生自主的管理。我相信很快的这个疫情就会稳定下来，国人也不必太恐慌。为了守护校园学生的安全，教育处全面落实防疫各项措施，并加强宣导，希望能将校园的防疫做到上完善，避免疫情的扩大，保护学童的健康。其实就算差不多。